二十五，是白钱。这个白钱呢，主要的功能是降气。所以哈，你看哈，产地有没有最下面那边？他说能够弯者是白薇，白薇我们前面介绍过，啊，长长得很长很尖，然后脆，很容易折断的，就是白钱。白钱这个药呢，最重要是恰痰，那个气肺气哈下不去哦，呼吸。这病人只要跟你说，你不要管寒热，病人只要跟你说啊，呼吸呼不过来，好像很短气啊，气都下不去的感觉啊，肺好像变得很小，这个都可以使用白钱，好，白钱。那白钱呢？好，你看主治下气降痰的主要药，咳气上逆，好，肺病喘咳。那里面可能是肺癌，可能是肺气肿，我们不管它。好，那如果这个咳气，这个气会那个我又下往上逆，上气往气往上逆，那兼有咳血，你不白钱还有一个什么白芨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了白芨，《本草经》是这样写，也我们现在要的是草加个草字头，白芨是咳血、吐血、咳血，白芨还有一个白钱就在这里，好，能够下去。所以别路说胸前逆气有没有咳嗽上气呼吸郁结哦，里面可能是肺气肿、气喘哦，或肺癌都没有关系哦。好，那禁忌什么肺虚梗气者气，这个你需要用的时候不要去管它的禁忌，好，不要去管它的禁忌。好，一般来说，你看它的性味，味甘，性微温。好，这种治病的药，大部分的性都是微温的啊，微温的。好，白钱很好使用。好，这个26，诸位看这个神曲，26这个神曲长这个样子。好，好，神曲，这个神曲呢，是我们是消化、消食化痰的药，好，健脾开胃。好，一般来说，如果病人呢，这个只要不管是什么病，一般的病或者是重病、癌症呢，病人的胃口都不是很好，东西吃东西都不是很消化，一般我们都加一点神曲在里面，帮助他能消化食物，好，帮助他，然后帮助病人身体能够消化水谷，好。好，这个神曲你看主治有没有？好，它能够治症结胀满，好，健脾开胃。那药蒸呢？好，他说主化水谷、素食、症结积滞、健脾软胃。好，所以肠胃科消化不好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放一点点神曲下去。好，用2钱、3钱、1钱，看个子大小。好，只要常常有肠胃不消化的病人呢，都可以使用神曲。好，心散，它的这个功能很多。好，这第27，小麦。这个小麦呢，养心除烦，好，利小便，能够止血。好，这个小麦平常北方人用麦来做东西吃，好，都是食补。这个食补吃食物里面的麦类，那主治呢？除了除咳的养心气，哦，小麦可以养肝气。张仲景在用小麦的时候，哦，我们有位说甘麦大枣汤，在用小麦是女人呢，专门用的女人的哈，这个好像如见神灵，啊，常常看到这个妖魔鬼怪，哦，如果床旁边站个人，晚上伸个麦在床旁边站个人，如见神灵状。那这个还有呢？就富人哦，眼泪，这个没有事，在那边开 party， 生日很，大家是心情很好啊，几代同堂，大家都很开心，在那边吃东西聊天，就他也很开心啊，一边开心一边在流眼泪。那为什么开心这个眼泪不断一直在流？啊，这就是要用小麦，因为他子宫卵那阴道里面整个是干的，那精液呢要下去下不去，回逆从眼睛出来，好，所以女人没有事情在那边流眼泪啊，你就坐在那边看梁山伯与祝英台流眼泪也就罢了。啊，平常那边看喜剧那边流眼泪，这种叫甘麦大枣汤，就会使用到小麦，好，因为它能养心除烦，好，能够让一个人啊精液啊补足他的精液，啊，这个很好玩呢，用甘草、红枣、小麦吃下去，女人的阴道的精液就回来，而且也不哭了，好，我们治了很多很多哈，好。你看盛惠方啊，里面小麦饭呢，用专门用小麦来吃哈，小麦做饭，这叫烦热少睡，好多渴啊，
心情烦躁，那又渴口渴，好。像禁忌，脾虚作胀者，不甚相宜哈。脾脏不足的时候，肚子肿起来；像肝有问题的时候，肝病的人肚子肿胀，就是脾有问题啊，脾虚作胀，好，那就比较不好。好，乃至于麦苗呢？好，你们平常那个夜市可以看到那边导致绿色的，那边喝的有没有解酒啊？好，这里面看看。好，28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燥心土。好，燥心土治吐血下血、胃加损伤的重症，现在人称芙蓉干。现在能够把胃修补好的，就是一个燥心土，能够把胃破损的胃修补好。好，那这里讲吐血下血，跟一般的肺有问题吐血下血又不一样。好，胃里面吐血出来。这个胃肝性脾能补土利湿，修补胃壁的损伤，因为吃土补土嘛，哈。那个燥心土是因为经过火烧过十几年以后，在那边在那个锅子里面炒炒炒炒炒，那个土很好，这个越烧了烧了越多年，效果越强。好，那主治胃出血、呕吐血，大便是黑色的，代表是胃出血。好，大便是鲜红色的，代表说你是痔疮进血，靠近直肠里面的血。先黑色的血呢，代表是原血从胃来的。好，那一般胃出血的话，一定要用到燥心土。好，这个黄土汤在使用。好，那一般我们会用到土，好，燥心土这种东西。那我们会用，比如说用五钱，好，这个起价五钱。那也会用棉布把它包起来，不然一煮的话，这个灰都到处跑嘛。用棉布把它包起来。好，记得好要用棉布包起来。我们光用这个土，有一种。病叫天疱疮，就是小朋友全身皮肤溃烂掉，这溃烂掉的时候，你要到什么程度？如果他的手指头一碰墙壁，碰到一样东西，过五分钟以后碰到了那个地方烂掉，就化脓。那你一抱他，你的手纹的地方它就开始化脓，接触到的地方就烂掉，就糜烂掉就化脓。好，那这种我们叫天疱疮，就生下来就有这种问题，可能是前一代带下来的，好，爸爸妈妈就带下来的。那治疗它的方法，当然我们处方药很多，但是效果没有一种来得好，就是泥土。什么叫泥土？那是全身都烂掉，碰一下都烂掉，那怎么办？就找个地方土比较干净的，你不要人到处有狗大便，我跟你讲哈，人的大便到处都有，你要小心点。然后到山里面去找块黄土，土质很好，挖个洞，把小孩子埋在里面，头落到外面，你不要整个埋掉，因为有点 common sense， 好，头落到外面给他呼吸。爸妈在旁边陪他，就用土把他全身盖住。他就是碰到那个土来生津，来长皮肤，那皮肤会长得非常好，愈后会非常好。很奇怪，好，就用那个土，那要找干净的土，啊，就挖起来后最好鼻子先闻一下，看看什么怪味，啊，没有怪味再埋，好，没有问题，不会发炎，很奇怪，就是不会发炎，土生津啊，皮肤毛孔是津。所以我们中医用的土很多。那过去我们看一些报道上面还有人在吃土，有没有拿土来吃啊？什么样子？好，那实际上土是可以吃的。好，土本来就是脾胃吧。好，当然不是每一种土都可以吃。好，那这个在经方里面，我们治疗胃出血、好胃癌，一定会使用到这个燥心土。好，燥心土。那神农本草经呢？现在。就像介绍了今天，就是我们可以把等于是说把经方里面现在所使用的每一位的单位的药通通有介绍过，它的产地啊、功能啊都写在我们的讲义里面。那下以后我们开始讲伤寒金匮的时候，药的来源啊什么我就不讲了，药性我们还是会讲一些，速度比较快啊，速度比较快，因为我们按照辨证，然后为什么选这个药，剂量是什么啊，原因是什么。好，现在到时候我一讲大家就马上就知道了。所以在讲神农本草，我们在讲那个伤寒金匮的时候，诸位还是要带到神农本草参考了看。好，参考了看。那这个是这个我们是我是尽我的所能，把我所知道的告诉诸位如何做。尤其在用一些毒药的时候，好，毒药的时候我们最强的攻坚的药，好，去阴实的药，好，把这阴好实的门打开。好，按照中医的理论，到阴实都是实的哈。张仲景是认为阴实则死，一个字都是实证。好，但我们能够用一些
极热的药把阴神门打开来，就好像这个如果这个地方树木生得很茂密，太茂密的时候树木会死掉，那上天呢就制造了台风，台佛尔达的飓风，台湾的台风，他就把很密的树 吹开来，好，里面都清掉很多的残杂枝啊，清掉那个树木有灵相又会很好，好，所以说台风的转向除了是夏秋交接气候的转换以外，同时他又把那个多余的树要木要疏嘛，要常常去解枝，好解，那自然界那么多树木怎么解？谁拿个刀子去剪啊？就是大自然界会自然会清除啊，一直在循环。那木在梳的木头，梳着木的时候，除了风来梳以外，啊，火可以烧，火可以烧。所以那个阿里山的神木，那个雷电打到的时候失火，火灾森林的火灾可以把一些树木去掉，去掉后经过焚烧的树木以后长出来的枝芽都是鲜绿的，非常的好。我们用大热的药就是用火烧的方式，用火烧。整个烧掉，我们再开始。可是我们的烧是很温和的烧，烧还可以壮阳啊。那你西药的烧不行了，西药一烧整个烧掉啊，就不会活回来了，就不一样的烧啊。好，那你自己看，我们西药一烧马上倒阳，我们一烧马上壮阳，本来没有阳的马上壮起来。好，那这个我们烧的药都是壮阳的药，很好的药，对不对？然后又没有什么后遗症，就算有后遗症，皮肤痒痒，吃鸭汤、鸭肉汤就结束了，对吧？啊，怎么样都有解毒的药，所以绝对会比化疗来得好。啊，剂量的多少而已。好，真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遇到危症的时候，这个机会不多，就要病人看我们做最后一搏的时候，好，会使用它很多那个菌剂，我们会加进去。好，那还再加上我们一些这个排水的药如何使用它。好，那在介绍金匮的时候，我们会介绍这个排水的药少掉的部分，我们会加一些药进去，如何去排。肾脏引起的吐水，好，肝脏引起的吐水，我们会介绍给大家看。好，那我们这个神农本草经介绍到这里结束。好，这很荣幸我们大家一起研究这个中药。我再跟诸位强调一点，中药绝对是对的，就看你会不会用，好，看你会不会用。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一开始都是使用中药，好，再然后不要把黑盒子打开来。我一再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癌细胞、癌种。好，所以诸位这样有空回忆，今天我才写了一半，还没写完。但你看我那个中文的第一面最下面那边哈，就是它下面的抬头是中西合并，好，癌症有救，我们中西合并。那个是西医和一个中医结合，实际上还没有完整。那我用红字把它写上去，但是你可以看它下面一些，那个西医都在承认，这癌症要长成那个像指甲那么大的话，至少要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才在身体里面长指甲那么大。那你不要去动它嘛，对不对？那100年也不是10片指甲嘛。对不对？那你又要去动它了，一动了全身到处长。好，所以黑盒子不要去打开。好，所以你没事就把黑盒子打开来，打黑盒子打开来根本就是找死。啊，所以这是现在世界上最长寿是哦，我们中医的认为，从《黄帝内经》啊，以及我们探访，就是专去查中医认为说人可以平均可以活多少岁，按照中医的理论是120岁。好。但这125岁被下了定义，就是以前住在山里面、农村里面、那乡下，那空气很好啊，哦，他也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电啊，很开心啊，对不对？也没有受空气污染啊，也没有水污染啊，对不对？好，哦，现在你水龙头打开来，那水还能喝吗？好，哦，诸如此类的，啊，这出去下个雨还酸雨，对不对？好，哦，那个雨下来，那个车子变成黑色的，对不对？那个空气污染，那个寿命啊，都会让我们这种减短我们的寿命，啊，哦，那个啊车都市的生活。那当然是要以乡下那种来做定义，好，哦，定义，然后与世无争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也不会看到很多电视新闻都是报道政治上的黑暗面，气得要死，对不对？本来吃的浴巾心情很好，结果一看完新闻以后，当然要白吃了，对不对？然后要再回去吃，都很麻烦。所以环境造成我们人类会短命，所以实际上诸位呢，要行存，行在，神不在。当你了解以后，行在这个世界上，神不在，神要到山里面去，好，哦，所以要清心寡欲。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好，这个，那你那个驸马爷怎么做，你就心情开朗点就好，很好，很好，很好，都很好，这样，然后要把自己弄开朗点，不要去扯，好，不要去政争什么东西，啊，不要去示威游行，不需要，让自己活长一点，好，那中西合并的方式，好，那应该怎么做？我把它写在网络上面给大家看，好，但是你从里面可以看到西医本身对那个癌症的下的定义。好，10年长多大？这是他说的哦，所以我就把它放到首页让大家看。这是你说的，那为什么你看完它做了化疗，移转了长得那么快呢？
又长得又肥又大，对不对？为什么？哦，那为什么台湾过去24年来，现在卫生署今年又公布了，24年来全世界的癌症死亡率都下降，台湾的癌症死亡率上升，只有台湾上升。哦，前五大癌症，肝癌啊、胃癌啊、好、哦、直肠癌啊、和大肠癌、肺癌什么，都一直往上升。那你23年来，你如果卫生署发扬的医学是对的，怎么会上升呢？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一定有错误在里面，对不对？我们要虚心检讨错误。哦，已经一个教训了，23年来都没有这个癌指数一直往上升，从来没有下降。好、哦，这是我们要以后要去好、哦、替老百姓做些事情。好、哦，人一生有限嘛，好、哦、做些事情对社会上有贡献的比较好，好不好？好，我们介绍到这里，我们今年年底那个伤寒论的时候我们再见。好，谢谢。